大家好，我们是狗屎运爵士大乐团。来，
今天呢，哦，今天的演出呢，其实蛮特别的哈。原本呢，我们乐团嘛都是叫大乐团，其实原本是那种二十几人的编制，然后我们自己平常的练习。但是呢，今天的演出呢，我们很感谢文化中心哦，他找我们过来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结合一个课程哦。我们这个呢是有一个爵士乐 combo 的课程，然后呢，他们被训练了大概八堂课，大概多久啊？四个月。对，有些人呢，可能呢就是这辈子第一次吹爵士乐，然后呢，我们跟 J House 最近台南有一间很红的爵士吧哈，叫做 J House， 大家有兴趣可以等一下可以查一下，我等一下会叫他们在工商服务一次。对，那结合 J House 的师资，他们的 Live Band 的老师们，然后呢，跟我们狗屎运做课程上面的结合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他们的师资的联合发表会，我们上半场，中间其实没有休息啦哈，我们上半场呢哈会是学员的，那下半场呢会是那个老师们的音乐会。那刚刚那一首叫做 Jenny， 然后呢我们通常呢爵士乐手哈，哦，我们把前面的 Head 吹完，哎，讲 Head 的大家把前面的旋律吹完，把前面的旋律吹完之后，中间会有即兴的部分，哦，所以大概通常有时候是你听不懂的那个部分，也是他们被要抓很多时间去训练的那一部分。那刚刚 solo 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浩堂 on trombone， 然后呢有一个是志明 on tenor saxophone， 耶，yeah。 欸，你们等一下，下一首是哪一首曲子？ Whisper， 那好，好， OK，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下一首曲子。Thank you.
来，我们 solo 浩堂 on trombone， 来一鹏 on tenor saxophone， 然后我们的林佑成，我没有念错，没有林佑成啊 on keyboard， 对，佑成跟我们的老师吴奕成差一点点，害我都会记错哈。然后那个，对，我们国子韵爵士大乐团呢，在台南这边就是。推广爵士乐的教育已经大概十年了，我不能讲大概，我们去年才刚过完十周年，然后今年是十一年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一直会有课程，然后呢，会一直让学生呢会有一个表演的舞台。那其实他们也真的很认真的演出哈，我们在教育他们的时候，大家老师啊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呢，都跟他们讲说，他们要把自己当乐手，他不能把自己当学生，他来这边呢是要给大家一个好听的演出的，他来这边不是一个惩罚，不是，他来这边是一个演出，所以呢你会知道他们很认真，而且呢他们的音乐呢没有那么的马，就不会很马虎，很像很莫名其妙的东西，因为呢有被他们为了这次的演出，然后上个礼拜努力加练了七次，所以呢就真的很努力吼，然后他们也那个，他们有很多人就是没有接触那么久，但是呢就慢慢的呢即兴吼做这些，因为即兴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其实一开始是一个障碍吼，所以呢他们开始鼓起勇气，而且呢即兴，然后呢吹在音乐里面，让我们就觉得很感动。那个今天天气有点热，然后呢如果呢你觉得会热啊，需要扇子的话呢，我们有人在那边，有没有？你要看到一个穿着猪肝血色的衣服的行政人员，对，那是我们乐团，现在有我们乐团的扇子，大家可以拿哈，拿过去，然后扇扇子。对，如果你很需要的话，对。然后我们下一首歌是 Morning 哦，对，那我们爵士乐有一个传统哈，也不能说传统，就是我每次都会教导一下那来听的观众们，就是呢他们会 solo， 他们会即兴，那有时候即兴的好，有时候即兴不好，其实对于有些职业的演奏家也是哈，他那天状况不好，他可能即兴的也不好，但是呢如果今天呢观众呢听到他们的即兴，听完了之后呢觉得很棒，然后要给他鼓励一下的话呢，我们就会鼓掌拍手，来我们练习一下，都没有人理我，对，就有点像这样哈，爵士乐比较不会像那个像古典乐一样，就是你中间拍手好像会被人家骂一样，但是爵士乐不会，你乱拍，你突然他缺到一个句子，然后你突然觉得很棒，然后在旁边乱叫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在后面也会哈，听到学员觉得不错乱叫，他们在旁边也会拍手，就是爵士乐是一个可以被观众打扰的音乐，我们很 OK， 我们希望观众越打扰我们越好，你最好顺便去旁边买个饮料然后送上来，这样子更好，对，就尽量打扰我们，因为他们会被你们的热情吸引，然后他们等一下会吹得更好哦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下一首歌是很澎湃的 Morning。
们第一个 solo 是廖金月星 on keyboard， 然后下一个是谁？我刚刚在那边聊天，我忘记了。哦，下一个是我们的老茶 on auto sax。我突然想了很久。对，讲到老茶，我真的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哈，他让我们很励志，就是。其实我们的 combo 课开了两次，这次是第二次。第一次的时候他有参加，可是他参加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演出，因为他有一天在我们团馆上完课去上厕所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中风，然后他还把门锁起来，然后我们一开始觉得奇怪，人好像不见了，然后去厕所里面把他救出来，然后还好他现在 OK， 他可以在台上。对，所以他肢体上其实有点。哎，有一点需要复健，哎，然后我反应不像以前那么快，对，那可是就像这样子，他还是跟我们一起上课，然后要即兴，然后被我们摧残说这个音乐音那个速度很快，你要跟上，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很励志，我们再给老柴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对，刚刚还有人 solo 吗？哇，你太嗨了，哦，刚刚还有志明哥，啊 ，Antenna Saxophone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在爵士乐里面也有一个常常会出现的状况，里面有时候会看到乐手吹一句，然后鼓手，然后就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乐手又吹一句，鼓手又咚咚咚咚咚咚嘛，嘿，那个东西我们叫 tray four， 哦，就是大概 tray four 或者 tray eight， 就是乐手讲一句话，然后呢，鼓手呢从它里面的东西，然后有点像接球一样，然后呢。透过音乐上透过节奏啦等等的音色什么的去讲一句话，然后去对话。那这个是我们爵士乐里面很常做的，所以呢，你等一下看到的时候呢，其实那也是鼓手 solo 的时候，只是我们很少 trifle 的时候介绍鼓手。哎，我们下一首歌是什么嘞？好，下一首是 I Wish I Knew， 是不是给志明哥 solo 啊 ？Feature 志明哥。哎，我不能讲，我讲出来你就会紧张，是不是？都有吗？有吧？旋律是你吧 ？OK， 所以呢，下一首呢是一首情歌 ，I Wish I Knew。
看一下我们刚刚 solo 有谁啊？来，志明哥已经 solo 很多次了 ，on tenor。来，博奇大哥 on alto saxophone。然后钢琴佑成，对，然后吉他刚刚有对不对？是瑞婉还是婉瑞？瑞婉，瑞婉 on guitar。瑞元吗？哦，是瑞元哦，瑞元，肉元，瑞元，抱歉，我没有讲对，对，哎，那个如果有比较晚来的人哈，如果你天气热的话呢，我们那边有扇子可以，然后可以领取哈，那是我们乐团的扇子，我们是狗屎运爵士大乐团，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还是 Google 上面呢 ，Google 一下我们，如果对我们有兴趣的话，哦，今天是我们课程的那个演出。然后上面的人这些人呢，吼，他们就是经过一段时间训练，然后呢来，然后今天呈现给大家。那我们等一下下一首是哦 ，Stablemate， 哦，等一下下一首呢是速度比较快的曲子。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那种带大家拍手的环节，但是我觉得这首还是算了，要不然等一下他们会撑不住。所以呢，我们来一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还没，鼓手还没上来啊。对 ，Stablemates， 对，好了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哦，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首 Stablemates。
刚刚那个几个 solo 大家都已经认识了，所以我想说我们有几个一直没有 solo， 然后就没有被介绍到的，我们要介绍一下。来，我们的鼓手黄宏宇，你要不要站起来一下？好，刚刚有吹风哈，对，然后呢，在我们的贝斯手郭成进，对，好，喊浪一下。对，那我们呢，这次的课程呢是有跟 J House 合作，这边有没有人去过 J House？有，哎，那边呢？看来是那边是热，就是忠实的爱好者。对，那 J House 呢是台南的一间酒吧，然后他们呢最主要就是做爵士乐，所以呢，如果呢你今天听了爵士乐，那觉得有一点点兴趣，然后平常想多听一点现场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 J House 啊、喝点小酒哦，或者是不要喝酒也没关系，他们也有没有酒精的饮料，然后呢可以听演出。对，他们有时候也会 live band 的演出哈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去上网找一下 J House。那我们这次跟 J House 合作，所以呢，是一那个 J House 的 live band 的那个乐手们当我们这次的师资。那我介绍一下师资哈，我们的那个鼓手的师资呢，就是整个 J House 的大老板郑梦峰，他有在旁边吗？有有有，呼，对，然后管子的师资就是那个胖胖的，有没有？苏凯。苏凯，对，然后呢，贝斯呢，大任，呼，在旁边哈，在旁边，哎，然后今天那个钢琴手没有来找人家代班，所以呢，我们等等再介绍一下。对，来，我们下一首歌是，我突然忘记了 ，Hello Come Baby， 好 ，Hello Come Baby。
刚刚在发呆耶，有没有人 solo 自己介绍一下自己？哈哈，谁跟我讲一下？谁啊？浩唐吗？浩唐 on trombone 吗？跟脆的，好好 ，OK OK 啊。浩唐 on trombone， 廖金月心 on keyboard。对，我们接下来呢就剩两首歌，等一下呢，下一首是那个他们这他们这一次选曲里面，哦，就是比较特殊的是一个 Bebop 的曲子。哦 ，Bebop 的曲子呢，为什么把它，就是到后来大家把它叫做 Bebop， 是因为原本 swing 都是一些慢慢的啦，然后好听啊，然后拿来跳舞的曲子。然后后来呢，到某一段时间，那个乐手们就越来越不能满足这种东西，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把东西越吹越快，把音越吹越高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一首比较快的 swing， 然后 swing 到后来他就会嘟吧嘟吧吼这样子唱歌，然后呢，所以呢他就是听起来那种嘟吧嘟吧这种感觉，他们就把它叫做 bebop 的风格。所以他接下来是一首 bebop 的曲子，叫做 Billy Spons。哎，你们讲完了，刚好吼，好 Billy Spons， 好，好好 solo 给大家爽一下。
哎，竟然没有蹦一声，趁现在，哎，谢谢。来，我们 solo 那个浩堂 Antonio， 对，一鹏 Antonius， 然后廖金渊先 on keyboard， 然后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 bass 建豪。建豪不是那个影印公司的建豪，我们有买建豪的会员，但是他不是老板。哎，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这是我们自己。对，来，接下来是我们鼓手子怡。子怡这次打完之后，他就要去迪士尼当乐手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以后呢就会从迪士尼看到他的演出，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是迪士尼乐手的演出。对，好，刚刚 Beat Bounce 哦，是让我们最后现在最后一首，哎，大家准备上来了哈。我们下一首歌呢是一首鸟奥良风格曲子，它比较像进行曲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首是可以让观众帮我们打二四拍的，应该可以吧 ？When the sound， 差不多哈，这个速度，所以观众是不是给我一下？我，1 2 3 4 1 2，会太快吗？还好哈，来，子怡自己进来。
来，我介绍一下台上乐手志明 on tenor saxophone， 一鹏 on tenor saxophone， 浩堂 on trombone， 对，伯吉大哥 on alto sax， 然后钢琴，哎，不是钢琴 on， 是廖景彦星 on piano， 对，然后瑞元 on guitar， 对，建豪 on bass， 然后子怡 on drum。来，我们是格子韵爵士大乐团。等一下呢，吼，还有那个，就是这一教导他们的老师们，然后他们有点压力，因为刚刚学员演的还不错，对，那他们等一下就要上来呢，演给大家听。所以呢，我等一下呢，老师们上来试一下音吼，然后我帮他们调整一下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三十分钟哦，是老师们的演出，所以大家如果要上个厕所啊，记得要马上回来，要不然会漏掉一些演出哦。